什么东西啊？把贵州的漂流给我送过来了。哦，这居然是贵州文旅和 Readme 给我的邀请函，要带着咱们的 Readme Note 14 Pro 加小金刚挑战贵州最惊险的漂流。天哪，还是逃不过去通天河的命运吗？听说他们这个手机挺厉害的，不仅耐摔，还超级防水。他防水，我不防水啊，我不玩这个。但他们说挑战成功就把手机送你。那等什么？走吧。贵州第一漂的超过河漂流，全长10公里，垂直落差200米，这一趟下来还能活吗？而这可能是第一台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条件下挑战超大水流冲击和岩石撞击的手机。贵州高过河，跟你拼了！出发！再见！还是右脸好看。漂流果然名不虚传，一起看看小金刚怎么样吧。外观完好无损，拍摄素材正常，系统依然流畅，防摔防水小金刚品质杠杠的。 Redmi Note 14 Pro 系列贵州通天河挑战成功。